Hello，亲爱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我是淑君阿姨。您三倍券已经去登记、去兑换了吗？那在这边呢，淑君还特别开了一个振兴券的加码专区。当然啦，我待会儿会分享一下，就是其中一家店。那如果呢，你本身是店家，那你有一些振兴券的三倍券的优惠，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。那也希望呢，我们各位乡亲有看到，也可以去这些店家多多利用，因为这是加码专区哦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哎呦，两掉了呀。那在这个地方哦，特别做了一个。好，但有人问我啦，那振兴券啦，要去。哪些店家可以用啊？哪些店家不可以用啊？有什么条件等等？其实太复杂了，阿姨也不是很了解哦。但是就我知道的这个店家，我来跟您分享一下。这边呢，你看一下这边，来以券换券哦，吃锅享更多。那也就是呢，那个林口的养心店阿姨最爱的哦。它在这边就是您拿3000块的振兴三倍券，就可以去兑换它3600的餐券。那了解吗？但是呢，它是要全额兑换哦，不可以说我今天拿200块去换啦，1000块去换，没有，它就是3000块整本哦，去换3600。那另外呢，为了要鼓励大家快速来兑换，所以呢，在7月底之前呢，你完成兑换的呢，就可以拿一张养心店的摸彩券，然后呢，可以来摸最近最夯的活跳跳的龙虾海陆套餐。那有人在问说，那振兴券，那店家会开发票吗？哦，当然是要的哈。所以呢，到这个店，它本身呢就会帮您开3000块的发票。哦，这样有了解吗？好，那跟你讲一下呢，就是这边。就特别为各位准备啊，就是兑换的部分。好，然后各位就可以拿到这样一本。一整本的这个兑换的餐券，好不好？那相同的，如果呢有在线上的这些店家们呢、如果您也有一些针对振兴券的这些特惠方案，你就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可以让我们这些乡亲们看到，然后呢多多去消费，这个叫做振兴方案。那当然有一些就是哪些振兴券该怎么使用啊，该怎么兑换等等，阿姨这边不是很清楚，你可以打去呢林口区公所，他们有一个最优秀的团队可以为各位服务。公所的电话是2603-3111，阿内我了解不？那欢迎各位能够尽早然后来使用您的权利，拜拜。